将生活和情感融入到细腻的笔触中。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会流泪。他将观察与思考凝练至每一部作品里，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和历史撞个满怀。本期节目将跟随作家李耳的脚步，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了解李耳的艺术清单，近距离感受他与文学的碰撞。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看这座建筑中西结合，而且获得过鲁班奖呢。这座建筑当中展示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中国的主要作家文学成就以及文学流派。今天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呢？因为今天做客我的艺术清单的这位嘉宾啊，就在这儿工作，他就是凭借着长篇小说《映雾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李耳先生。今天就让我邀请李耳先生当一回导游吧，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座文学宝库。走，李耳老师好。哎，朱姐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气色真好，很少看您穿西装。今天为什么这么特殊？今天郑重。李耳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映雾兄》。2019年，凭借作品《映雾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哎呀，您这个标很特别，这是现代文学馆的标吗？对，这个标就是这个石头的标志。您带我看看。看看，好，好吗？来。这就是有名的逗号石吗？对对对，中国古典文学没有逗号。是的，没有标点符号的。对。然后，不管它的横排的、竖排的，只要有逗号，它就属于现代文学。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再一个，逗号也表明，我们的文学没有尽头，是吧？滚滚向前。第一次用逗号是已经是1920年了。哦，原来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都没有逗号。哦，后来是胡适还有北大的六个教授给当时的政府写信，《新青年》上也发布说，请读者和作者从现在开始使用标点符号。这是凿出来的吗？还是天然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天然石头，你从这儿蹲在下面可以看见前面巴金先生题写的。这个馆名啊，是吧？哎，现代文学馆。哎，这是巴金先生提的。啊，嗯嗯。哎，从这儿看出去别有洞天呢。别有洞天。真的，这个现代文学馆的建筑曾经获得鲁班奖，是吧？对，现代文学馆这个成就是把南方的园林，和北方的庭院结合起来，又把这个建筑艺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这个文学馆是巴金先生当年提议修建的。对，是吧？是他在1981年，他提出他晚年一定要把现代文学的这个精神，现代文学的这个一些主要的版本手稿要留下来。他认为他晚年应该成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是用来收集、整理、研究、展示，这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就给中央写信，中央批下来建这样一个博物馆。当时他捐了一些费用。他本人捐了15万稿酬。15万在当年就是巨款了。1981年的。哇，那天哪！15万稿酬，1981年的猪肉是不到1块钱一斤。带头捐。对。然后把这个立起来。对。哇，真是。那这是他15万，然后很多重要的人物捐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唐涛先生捐了7万册藏书，真的是价值连城。唐涛先生爱书如命是出了名的呀。对，
能他从他手里请来这些宝贝，他的工资真的是留下来买书了。对对对。嗯嗯嗯，还有谁的雕塑？雕塑很多，这是巴金先生的雕塑。啊，就这么朴实的一个佝偻着背在思索的老人家的状态，是吗？小老头啊，小老头，他也自称小老头。对，因为他晚年，他只是，他的随想录，可以说在新时期文学，他的发声发出了非常重要的声音，就是对于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那么这个过程，他是一个沉思者的形象。这是郭沫若，我的天哪！这个姿势，对，新文化运动那个浪漫主义、狂飙突进，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他可以说是他写女神的这个形象的一个，对对，也可以说是呼唤女神，请背诵女神。还记得吗？大致还记得。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它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它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落在丹学山上。这是他的。都说您这个记忆力过人，果真如此。你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文学的百草园一样。当你在这里走啊，静静的走，不期然的会跟第一次来的人啊，第一次来的读者，不期然的会跟这个某一个地方的一个雕像相遇。那么这个雕像，它就是我们精神史上的一个人物，你会在一瞬间，它会触动你。你春天的时候我邀请你来，我请你在樱花树下喝茶。您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期待吗？因为我一直听说冰心先生的墓在这儿，就是这里是吗？对，冰心先生的一半的骨灰。一半的骨灰。你看冰心先生，这是他用的是他青年时代的这个形象，好美，穿的是旗袍，披了一个披肩，托腮，是吧？左手托腮，他有这种照片。如果说鲁迅给你提供了一种指出了中国漫长历史、封建社会的一些病症，那么冰心先生他提出了一种超越具体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爱、善意。从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小菊尊开始。对，冰心先生把他的长书，把小读者写给他的信，都捐给了文学馆。哦，真的？待会我们再可以看到。有原件是吗？对，这就是文学馆的价值。对，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当年写给冰心先生的那些小读者，写信的小读者，我们希望给他回信。大约多大了呢？哦，你看，那当时小读者都是十几岁写的信。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应该是四五十岁了。对，或者五六十岁了。就是这句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鲁迅先生，对，这是在我看来，这是文学馆最具有世界意义的雕像，熊丙明先生的作品。他是哲学家，对，艺术家，文学家也是，书法家，文学家，也是雕塑家。雕塑家，这个像是全部用铁铸成。但是一眼就能知道他是鲁迅，因为那个胡子。而且这个是熊丙明先生亲自把它支起来的，他强调一定要用铁。为什么呢？他说铁的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鲁迅最著名的比喻是铁屋子，是吧？
说中国的以前的黑暗的社会像个铁屋子一样啊，无法唤醒，而且铁的那个黑色也是鲁迅所喜欢的。嗯，所以他说要扛起时代的阀门。嗯，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朱迅吗？啊，就是因为我妈是金陵女子大学读鲁迅文学专业的学生，她就酷爱文学，酷爱鲁迅，所以在我们虽然我是女孩也给我取了个迅字，就是她希望我做一个像鲁迅先生一样刚直不阿的人。她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写意艺术和西方现代雕塑艺术结合得非常非常好。它的背面题写是鲁迅的最著名的一个句子，代表鲁迅他的人生态度。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与天上看见深渊，与一切眼中看见有无所有，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王屋山这个地方，它是一座文化的山脉，它默默地流淌，默默地做事，默默地滋润万物。它会促使你看很多书，因为你得回答他们的疑问。走了一大圈儿。现在我已经收到了李尔先生的我的艺术清单。哎，其实第一个我有点意外。寓言《愚公移山》，您为什么会把《愚公移山》这个放在小学生课本当中的文章放到您的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位置上？因为我是河南济源人，愚公的故事发生在济源，就是太行王屋二山，王屋山在济源。所以我从小就听，就是在没上学之前啊，就听愚公移山的故事。哦，就移的是您家乡那座山。对。哦，怪不得。提到家乡，您会想起什么？首先映入脑海里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就每个人都说自己家乡很好啊，一山一水，就是山就是太行山，王屋山属于太行山的一部分。水就是汲水。我是在太行山脚下秦水的旁边长大的，所以如果别人给我谈起来这个家乡的话，我脑子里面首先出现的就是崇山峻岭、太行山、波光浩庙。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当您读到《百年孤独》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因为《百年孤独》的开篇是一片景色的描写。《百年孤独》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现在成为人们知道它是经典啊，现在人们读起来已经不困难了。但是当在1985年我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的时候，读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读起来很亲切，其中原因就是小说开篇所讲到的那个场景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场景很像。所以发生在遥远的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故事和发生在济源的故事，在我心里面仿佛有个重叠。是因为它的景色描写让你想起了你家乡的山水，还是因为你内心当时跟《百年孤独》描写的那个心境是一样的？北方的河流在枯水季的时候，它是这个核心那些巨大的卵石，按照马尔克斯的说法，就是仿佛史前动物留下的巨蛋式的卵石。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景象。平时两岸有稻花香，但是到枯水季节的时候，你发现进入了一个洪荒似的，仿佛回到了时间的零点。那么这样一种《百年孤独》一开始写的就是一个仿佛一个洪荒时间的零点，所以我后来想起的时候，我经常想起爱丽蒂斯，她也获过诺奖的，她于是她说仿佛回到了时间的零点，在那里有一只鸟用它的红喙
唱着它的香甜，啊，洪荒的、原始的，又是清新的，仿佛大地，仿佛这个，所有事物都还没有名字，所以提起他们的时候需要指指点点，说，哦，你看这，你看那，还没有名字呢。那么这样一种场景是我在，我童年记忆非常深刻的一部分。我一看您的第一个艺术清单是愚公移山，我说哦，那是他家乡的山，他家乡的水，对，他家乡的人带给他的。那说说家乡的人吧，您父亲又是个语文老师是吧？嗯，对，他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所以我可能比一般的孩子要更早的看到一些书。我爷爷他对中国典籍非常熟，他最早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出来的，就现在的北理工大学。他对《三国演义》、对《东周列国志》、对我们所说的名著，那是滚瓜烂熟。但是这些书他们不希望你看，他也给我开书目。他让你看什么呢？《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啊，《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怎样炼成的？牛虻。林海雪原。后来其实我在看您的简历当中，您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您甚至说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郑州师范学院。十年吧。对，您当了十年中文系的老师。对，我是1987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就分到了当时叫做郑州教育学院，现在改名叫郑州师范学院，在那个学校待了10年。您在当老师的时候，您会给同学们开书单吗？会，因为我带的是教师班。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百年孤独》，我就开。他们知道郁达夫，不知道沈从文。知道丁玲，但不一定知道萧红。不知道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是后来才进入文学史的。我当时看了很多外国的书目和当代的一些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希望给学生们看。您当老师的经历会对您的写作也有所注意吗？当老师这个经历啊，对，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你刚才提到这个教学相长啊，确实如此，他会促使你看很多书，因为你得回答他们的疑问。中国古人讲说，只要你要给学生所谓浇这个一升水啊，你肚里面必须有一斗水，这个墨汁啊，你要面对学生的提问，要预防他们的提问，你就需要看很多书，问题想很透。那么这个过程你等于是在丰富自己，而且学生他也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对呀，他比你们大呀。对，这个看法会对你有某种刺激。这就是愚公移山引出的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和家乡的人。当你和手稿相遇的时候，你就在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作家是的在接触。三人把酒游，细说短笑。然后第二个艺术清单当中的作品是月调收姜维。收姜维，月调应该是河南的地方戏吧？对，月调的历史非常非常长了。我们一般要知道的月调，主要是周口的月调剧团，它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地方戏。这个地方戏，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申凤梅。申凤梅，对，他是月调大师。我听月调的时候，经常想起人们形容杜甫诗歌的时候四个字：沉鱼顿挫。
非常苍凉。嗯，这个收姜维，这个姜维就是三国里面那个姜维，就是，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时候，派赵云去攻打天水。嗯，赵云吃了个败仗。吃了败仗之后，诸葛亮就问这个赵云，赵云就说，他平生遇到了一个，他说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忠孝双全。然后诸葛亮就动了心思，要把这个姜维啊收下，收下。嗯，但这个难度非常大，难度。诸葛亮决定收姜维。嗯嗯，这是一个名段。名段。哎，您会唱吗？乐调？我应该会唱一点点。来来来来来。思江水，你莫要羞愧难当。三人把情忧，细说端详。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会流泪，为什么流泪呢？为诸葛亮的道歉而流泪。诸葛亮自己说是我自己用兵不当，所以四千岁你莫放在心上。对他演的时候，赵云一下跳起来了，赵云就一下蹦起来，就是感到羞愧难当。以前羞愧难当，这时候又听见丞相向我道歉，受不了，这时候我也流下来了。嗯，就是你感到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向他的手下道歉，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豫剧它的原来的名字叫靠山吼，对，就是山边有一个高台，他在台上吼，他声音非常高亢。而乐调的这个戏相比较而言，它比较声音压得比较低沉苍凉，表达的感情更为深沉。啊，我记得小时候看的这个《申凤梅》的时候，有时候就站在戏台跟前，戏台跟前有时候咬着手指头在那看看。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到戏的后台去看看，但在我脑子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通常是在农村的赶集的时候，庙会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啊，看的时候，那个大幕被风吹的哇哇。嗯，创作的这种神秘感和美好的感觉，包括各个人物他内心复杂性带来的这种戏剧的张力，可能就在那个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文学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幸啊看到各个时代大家的手稿和真迹。我知道您这馆里是藏着宝贝的，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可以展示一下。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和历史撞个满怀。介绍一下巴金的手模。哦，这个门把手好特别。这是巴老的手模，巴老老年之后手有点小。这个门把手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门把手。所以你在这儿就和巴老握手，和巴老握手，走进了文学殿堂，走进了现代文学殿堂。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特别有幸能够看到一些大家的手稿真迹。你这是什么宝贝？这是文学馆馆藏的巴金的手稿。
巴金先生的手稿。嗯，今天特意取出一份巴老关于建议建文学馆的那个手稿。哦，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个手稿之一。整个文学馆藏了30000多份的手稿，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份手稿。好想看，蛮想看。我们迫不及待。我们这个不敢动，它是文物，我们把它打开。是他的真话集《随想录》。这个《随想录》的第64则，现代文学资料馆，当时他最早的名字啊，他起的名字，现代文学资料馆。这个是真的是，巴老手记啊，字迹也很漂亮，很干净，看可见他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深思熟虑。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的进进出出，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感情非常真挚，因为他觉得在他晚年，他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建这样一所建现代文学馆，他要把现代文学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展示在这样一个场，我们现在一个词叫场域啊，在一个场域里面做。所以现代文学馆巴老提议之后，得到了众多作家像冰心、艾青他们的热烈响应，而且都是捐钱捐物。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这个手稿的意义就是，当你和手稿相遇的时候，你就在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作家是的在接触。是的，它跟现在打字的这种写作状态完全不一样。这是巴金先生，你看他反复的修改。真的是，好文章是改出来的。真的是触碰他就觉得好像跟这个人在冥冥之中或者在情感当中，你是在触摸，碰了一下，你在触摸一个真实的人。是的，你是在触摸一个真实的历史。这是史铁生的手稿，也是史铁生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青城湾。请问第一句是什么？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真的是，看来您真爱史铁生。这个文学有时候需要奇迹，就是生活非常不幸地把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使得他发展出一种沉思冥想的这样的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从史铁生开始，中国文学可以去讲内心的灵魂深处的故事。如果汉语文学以前没有这个传统，那么史铁生以个人的不幸为代价，强行的给中国叙事文学切入了，像切子一样切入了这个传统。那么无论如何去评价史铁生的贡献都不过分，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因为史铁生当时他还不是一个成名的作家，所以编辑给他改了很多。这是编辑改的。对，编辑改了很多。所以这个手稿保护的意义就来了。这个作家最早是怎么想的？完整的感觉，完整的思想。所以做文学史研究的话，要研究手稿。有意思。就是当你看见手稿的时候，你是否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仿佛看见他的写作，你回到了他当年写作的现场。是的，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作家他的呼吸，他的悲伤和喜悦，他的停顿。这也是现在为什么人们要重新把这些手稿呢，就是影印出版，这个道理。除了你可以感觉到作者他的气息，重要的是一个
你感觉到自己仿佛回到了写作现场，回到了历史现场。是的，自己的情感一下就进去了，字是有温度的。嗯，太感谢李尔老师了，今天这个文学馆也是托您的福，我们有幸跟观众朋友们一起看得到。没有上过收获的作家，很难成为作家。就当时的作家生活其实很简单，一张书桌，嗯，和一个广阔的世界。宝玉啊，他的脸啊，粉嘟嘟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您的第三个艺术清单《收获》。《收获》创刊于1957年7月，以发表中国当代优秀作品为宗旨，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巴金、晋乙担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品，都是首先从《收获》走向读者。经过60年的发展，《收获》始终是中国文学刊物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您把它列入您的艺术清单是因为什么？要谈到这个文学杂志的话，中国有很多重要的文学杂志，但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收获》，还有一本杂志就是《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它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我们现在所能记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是发表在《收获》上，《收获》在很多作家心目当中，在更多的读者那里，《收获》它是一个代表了中国文学殿堂级的刊物。是的，嗯，您最初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收获》的？大学里边，图书馆阅览室里面有《收获》，但是《收获》总是最早被别人拿走。是的，啊，你就去得非常早，你才可以翻到《收获》。我本人跟《收获》的接触就是因为自己写小说，我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师兄叫葛飞，第9届茅盾文学奖，对，他的江南三部曲我获过奖。葛飞比我高2届，他写了一篇后来非常著名的小说叫《迷舟》，是他的，算是他的成名作。然后他这篇小说就是被一个刊物退稿了，退稿之后有一个批评家朋友看完之后说这小说很好啊，就给他拿到了《收获》，说让《收获》看一下，然后《收获》就给他退回来了，说小说不错，你得改。改完之后呢，然后我就陪着葛飞去了《收获》，就把他稿子送给《收获》。收了吗？收下了。到我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说叫《导师死了》，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我给葛飞看，我说你看这小说怎么样？葛飞当时已经成名了，非常著名作家了。葛飞说这篇小说有点意思，他说我给你拿给收获看看。收获一看，然后陈雨欣就说你得改啊，你又是得改呀、啊，你得改。收获是理直气壮的让作家改稿的一个刊物。当然他有艺术的这种自信底气，然后我就改，改来改去，我从一个10000多字的小说改成了50000字一部大中篇。改完之后我就给收获了，收获说你还得改，然后我就又改。改了之后我就给了收获，然后收获之后又是没有音讯，那就成了呀。不，没有音讯代表是成了，要不然就退回来了，收获退稿的。当时我还在郑州，当时我已经毕业了，在郑州教书啊。突然有一天，一个同事的妻子，一个图书馆的老师的妻子问我，他说有一个人叫李尔，是你吗？写了部小说发出来了啊，在收获上。那个人是你吗？我说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叫导师死了。我说是我写的呀。我说在哪？他在哪？我一看，就是我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已经发出来了，他也没通知我要发。这个算您的成名作啊？算我成名作。其实我觉得收获，就是之所以在作家心中有这样的位置，是因为他的
文学水准在那儿，他的审美在那儿，而且就是收获是为数不多的，编辑自己动手改。对，现在我总是对一些年轻的编辑朋友讲，我说你们如果非常自信的话，你们可以让作家改稿的，你可以跟作家商量，跟他商量。现在一篇小说如果有修改基础的话，你要让他改，说不定一个好作家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收获这个传统一直保留着，而且收获小说发表之后，收获会把原稿从寄还给你，对，这是唯一一份刊物，寄还给你。他寄还给你，让你看编辑怎么改的。是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最后改完之后，小说发出来之后，他把原稿寄给我，我一看，上面仍然有改动。他改动了很少很少，可能几页当中他可以改一个。他改什么呢？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啊。他动了你什么？过了一会儿加一句话，因为你讲事情的时候，你就一件事情挨着一件事情讲，让你喘口气。让你喘口气，提醒你节奏，提醒你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跟时间的变化有关，跟情节啊有关。过了一会儿，给你改一下，就给你加一句话。有时候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词给你删掉，让你变得更简练。是。哦，他对作家很有启发的，对作者启发很大。那么这是收获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收获他培养了很多年轻作家，这些年轻作家很多作家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作家了，在收获上的。你觉得你从收获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收获他对他的作者他真的非常关心，他对他的作者的职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作家保持一种非常好的平等的关系，这个关系有利于和作家展开讨论，职业的讨论，这个对作家来讲太重要了。同时收获他又对作家有很高的要求，这个职业，我说职业标准也是这个意思啊，有非常高的要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进入到一些大家的书房里看看，因为我知道文学馆不仅有大家的笔记，有一些作家还捐了一些自己的书桌呀、书房啊这样的，就类似文物类的这种空间，我们可以参观一下吗？没有，我非常高兴领你看看，也请你把它介绍给读者朋友。太好了，那我们走吧。走吧。现代作家书房展，这就是一个个小空间，就是一个个赫赫大名的作家的书房。哦，原物，不是仿品，是原物。连这个衣服就是丁谷的衣服。哈，他那个躺椅，有他的躺椅。哎呀呀呀呀呀！这幅画是艾轩画的，就是艾青的儿子艾轩画的。就当时的作家生活其实很简单，真的，一张书桌，和一个广阔的世界。你看，这是肖军，其实他的房子非常小，一窝居，叫一窝居。这是他去世那天，你看他儿子写补上去，爸爸去世，凌晨。你看冰心先生这么高的地位，他睡的床是这个床。这张书桌是冰心先生的。对。哇，这幅油画好美。这是小读者给他的信。哦，您说要找那个小读者。五六十岁了。都留着呢。而且您看他那个稿纸啊笔啊，就放在桌上，好像就是出去买了个菜马上要回来接着写。对，那种感觉，这种感觉真好。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现在我们的任何一个大学生的房间都比
冰心先生那个卧室书房要好吗？小鸡灯之小读者，真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就是《红楼梦》，我知道您特别爱《红楼梦》，您读红楼、讲红楼，还跟红楼的每个细节就在较劲。嗯，贾宝玉到底是13岁还是16岁？哦，有答案吗？现在没有答案。您最初读到《红楼梦》是什么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红楼梦》，但是您对它没有兴趣。你没有兴趣？没兴趣，也真正的去看《红楼梦》已经上大学了，因为大学里面有一门课，就专门一门选修课叫《红楼梦》。我还记得上课的情景，都要记得很清楚啊。老师讲红楼的时候，会不会就格外的有情感？当时看是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师指着自己的脸说：“宝玉啊。”他的脸啊，粉嘟嘟的，我觉得这个细节，对那种对宝玉的那种爱，真是表现的真是，特别特别的充分。他说的就像在说自己的亲孙子一样。但是35岁之后，你看《红楼梦》的时候，你能看懂《红楼梦》了，或者你自认为能看懂。你懂什么了？你懂那种繁华之后。荣华之后那种悲凉，那种人生的想选择但是无从选择，以及绚烂之极之后那个归于平淡，以及大家庭最后的那个分崩离析，各种各样的感受，你会变得很复杂。我刚才提到就是贾宝玉，全中国的姥姥都爱他，奶奶都爱他，宝玉的奶奶也爱他，但是都不愿意贾宝玉是自己的孙子，不读书，是吧？不愿当官，不治家产。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躺平大师。是这样的人，但是曹雪芹他写宝玉，就是他有一种大绝望在里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宝玉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他有一种绝望在里边。宝玉成年之后怎么办？他不能一辈子只当孩子吧？怎么办？这是曹雪芹他不知道的。你觉得他不知道？这是他写不完的原因。问题是文学史上很多名著都写不完，很多名著，卡夫卡也很多名著，城堡都没有写完，美国也没有写完，就是卡夫卡的另外一部著名小说没有写完，没有写完也是不知道怎么结尾。是不是也因为没有写完，他也成就了他的不朽啊？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结尾，所以我说这个《红楼梦》也是曹雪芹留给后世的中国作家的一个任务。《红楼梦》接下来怎么写？你有没有在心里尝试过，去给他一个宝玉，给他一个落处？我做的一个最大的尝试就是写到英雄，就是想知道贾宝玉。这样一个人物，类似的人物，从中国古典文化当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人物，如果在人到中年之后，在现在，他会遇到什么？但是，您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续写《红楼梦》，大家多是遗憾，就红楼没有结尾，十余多次，大家都觉得是这是人生之憾事。但是您说，我用。应物兄来回应作为红楼的续写，巴金的家、雷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现当代作家对于红楼梦的一种回响。
一种回应，一种回应。所以看《红楼梦》，不同人看《红楼梦》，他有不同的这个感受。那么像我在一开始比较年轻的时候看《红楼梦》，你会觉得这个宝玉，你会站在宝玉一边，毫无疑问站在宝玉一边。但是当你年龄大了之后，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会深刻的理解贾政。为什么要？对对，理解他父亲。所以在《红楼梦》里边的，我记得这个贾政和宝玉的最后一次见面，就是贾政去办事回来之后，然后船停在一个比较偏僻也幽静的去处，然后窗外下大雪，然后这个贾政在写家书，写家书的时候透过那个船舱啊，他仿佛感到有一个人在船舱上出现了，所以他走出来，走出来之后看见一个人，那个人那头便拜，拜了四下，一般是磕三个头，他磕了四个头，然后宝玉，然后贾政就问他说，你可是宝玉？如果是宝玉，你为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宝玉脸上不悲不喜，然后这时候在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出现了好几次的那个一圣一道两个人夹着宝玉说，你尘缘已了，走了。然后这时候贾政在雪地上连滚带爬去追，那下面有一句话说，如何追得上？我记得我在第一次跟学生们讨论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哽咽了，哽咽难言。你是初为人父吗？那个时候对对，初为人父，哽咽难言，就变成在《红楼梦》里边的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合理性，就这里面可供讨论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红楼梦》。这个大观园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它是就是一个巨大的场域，几乎所有的人生问题都可以放着讨论。《红楼梦》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讨论，而且《红楼梦》它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叙事文学的最高峰。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一直讨论，而且我觉得要撇去一些门户之见，撇去一些对细枝末节的过分的追究，讨论一些写作学上的一些核心问题。因为什么问题只有落到写作学上，你才觉得它是一个不仅对当代写作有启示，而且你会发现你要写你讨论的问题是跟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您的这番话会让人深思。红楼梦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结尾。我们会把自己和周围的亲人融入到红楼梦当中。并且我们这一代人也在用自己各自不同的方式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红楼梦的最终的结局。看来《红楼梦》不仅是对您啊，应该是列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艺术清单里面，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部《红楼梦》。谢谢李尔先生，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李尔老师，受教了。这里是我们经常请读者在这坐一下，我坐在他面前有点拘谨，是心里有敬畏，对不对？有敬畏。这是朱自清先生的雕塑，是。他这里会有荷花吗？有荷花。我为什么问您是不是有荷花？就是我看朱自清先生坐在那儿，他是不是在看荷塘月色？对，看看看。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坐上我们民族的屏障。